会有声音，好，Hello，下午好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最常都第一个打招呼的，哎，你们两个有点恐怖哎，尤其是小远常常都抢第一个，然后这次有没有跑去隔壁留言？Jackie Cole，我上次有讲的这个设施啊，我发现它不能在 PC 使用，它能在什么 Xbox，然后 Switch 什么违规的东西上面才能使用这个。因为这如果成功的话，就是我这个连闪会是倒水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浇熄之后又可以点燃那个地狱门，以此类推。然后猪人就拼了命的生出来，就无法哎，升怪了！我的天，我那时候就在测试这可不可以升怪，我看一下是什么兵，冰砖蓝冰好，因为我想要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铁巨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真的是研究铁巨人，研究到快有心得了，就是我想说，铁巨人一生出来。然后就把它推下去，这样子，这样推下去，这不会滑吗？借我放一下，拜托。这冰不会滑吗？我记得会啊。我去点点。好吧，还好有测试。然后凯欣安安，没错吧？凯欣好。然后怡亮安安，YIK 安安。双墨安安，咕咕猫安安，哦，咕咕猫是新来的吗？Hello Hello，然后空余安安，好，没有啊，原本在测试说，如果像铁巨人的话，我想说，就是因为我在想，因为我就是越缩越短，越缩越短嘛，然后就想说，如果它可以升怪的话，就是在那个平台。因为我测试了冰砖不行，蓝冰也不行。然后你看这个其实这真的很浓缩了，可是就是有铁会跑到上面来，所以这个我不会采用了啦。那再就是说，好，等他死掉，到底怎么卡在这边的啊？啊！哦，知道了，这个如果改成玻璃片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那事不宜迟，来改一下吧。玻璃片。哦，然后啊，我玩这个玩出新一个新的就是。放得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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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不到，等一下啦！哇，臭铁巨人！好，这边先堵起来，然后，玻璃片在哪里？那这里，好了，我要修哦。好，这个心得就是铁巨人可能要蓝冰，不，那个好像蓝冰跟冰块上面升不了铁巨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再就是刚也要测试，就是我用想说铁巨人一生用活塞把他往前推嘛，就赶快让他离开这个村民这边。后来想想算了，反正烧死也不用20秒嘛。
那再来，我想说，他马上生，马上烧死，就是这个岩浆。我本来一开始做一格的，那做了一格之后，发现完全不会生，然后就想说两格、三格，然后再把这个岩浆拉长。拉长之后嘞，还是不会生。后来把那个岩浆就是弄成一格，就是它下面不是有三个鹅卵那个石砖吗？那铁巨人会生在这两格，那这一个第三个这个石砖不会生，这个石砖不会生，原因是因为他头上有岩浆，只要有头上就第三格有岩浆，就不会生铁巨人，真的很好笑，你们注意看哦，等下一生就会是只剩这两格，然后岩浆下面这一个不会生，我就盖到心得都出来了，因为会发现不会生，是因为对面都已经生两波铁巨人了，那这边一只都还生不出来。等一下，FB 内部有不？不舒服跟学校请假来看繁星台啊？那你就躺着看呗。用听的啦，应该没什么。你看，对面又升第二波了，啊，这边又不升，真的是，这个效率真的超低了。反正就是，哎呀，出来，感觉就是还是要有，因为它是30秒侦测嘛，可是就是还是需要一点点平台让它升，所以这两，我是这样子挂着啦，我就是这样子挂这个画面。挂这个画面嘛，然后就这中间这两个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升的比较多。那再来是这一个，最后是这一个。你注意这个啊，这个我真的比较满意这个啦，这个真的超会升的。然后我等下来开，真的玩一下生存好了啊，左边生了，就是首先先找村庄嘛，找完村庄之后。在观台，然后右边第二个差不多要升了。你看，第一个升了，然后第二个差不多要升了，然后第三个刚刚都还升不出来，哦，升了。诶？在打我脸吗？开台前明明第二个，然后升了。单人，哎，这个我就要好好问了。新建新世界，应该都不用动到什么吧？奖励箱是关的，允许作弊，好关。生存结构开。应该不用吧，就直接创了吧。终止嘛，然后哎不不不，新世界，按耐不住寂寞的小世界，感谢秀的干外送员，好帅，好帅！那可惜，他可能看到你，马上就想跑了。建立。感谢秀的10颗星星，我有看到你抓到天鱼水母啊，好玩对不对？啪，看到水母的瞬间，然后马上冲上去去抓那个感觉，很有成就感吧？好的。我们到了，我的天，这里是哪里？反正我首先赶快找村庄嘛，然后我们就有床，又有铁卷，然后赶快睡一晚，之后在附近先用栅栏围起来。哎，我本来开台的标题就是按耐不住。想不开要生存了，
因为你是易抽单呐、啊。然后后来想想，你们都知道 Hin 对不对？就是以前的麦块都市传说。那个啊，后来想想，我们那天礼拜一玩的轻松生存，我就感觉跟 Hin 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就随时突然看到一个那个惊吓到。好啦，我们先愉快的度过吧。我想说，什么生物嘞？吓死我！哦，如果这平原有村庄就完美了。我的天，大平原很适合盖一些无微博。有没有村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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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蔗打一下。真的有那个哦？那假的啦，那个是早期麦块原本的生物有类似 NPC 的生物，那只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资料档里面叫做人，所以很多玩家自己脑补，就是说有那个人存在，懂吗？那个是假的啦。我真搞不懂哎，那个麦块的类似电竞的比赛到底是在怎么用的？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固定地图，然后就比如说这边固定会有个铁矿，然后他们就把位置全部记下来，然后就是拼拼拼拼拼拼一次打中介龙这样子。最快，我那时候就是看说啊，最快看到4分钟打完终结龙没有啊，我很早期就有在看那种麦块的都市传说，有的没的啊。后来就是越后面越证实说那个是假的啊，因为早期麦块一开始就只有土、石头这两个东西而已，没有碳，没有那个啊，土、石头跟木材。完全没有那个其他东西，草地也没有啊，然后也没有树叶啊什么的，这样子就很简单，因为早期的麦块就是挖矿游戏。我的 skin 灵感来自哪个？哪里的？没有，就真的很早期，4年前吧。4年前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是史蒂夫橘南瓜头的，那个是刚认识哈基时候找到的 skin，那就拿来玩。你们可以去那个看我的那个，不知道是游戏类还是麦块类的那个相簿粉砖啊，可以看到。会看到我贴一个就是，嘿那种的，突然想不出来名字。哎咻哎咻，有没有村庄啊？有没有村庄啊？有没有村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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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没村庄啊！以前唱片的都市传说。哦，对啊，不是就是破损的唱片机吗？那时候就是有人很喜欢故意放个唱片机来去吓人，那很白痴啊！我那时候早期就是什么真的什么都信啊，因为那时候觉得哦，麦块好神奇哦，什么都市传说都有。那后来又发现说啊，什么都是假的。那个唱片机是什么？史蒂夫在逃离 Hin 的那个声音啊，有的没的。
没有，就只是单纯好像说是唱片损毁，然后导致那个唱片听起来就是怪怪的。有没有棕色蘑菇啊？棕色蘑菇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没有？而且那时候跟哦，知道了，那时候跟巧克力在玩那个啊，那个不是轻松生存啊，在玩那个疯狂世界的时候，真的是他一开，我马上进去，就直接吓到村庄哎、欸，然后我们就吓到说怎么了吗？然后他还跟我讲说这一版那什么这一版村庄很强啊什么的，我也是从那次哦开始才又回去跑去研究那个麦块的。因为当时那个哪个版本啊，就战斗版本，让我觉得对麦块觉得就是很没有吸引，很没吸引我。很幼的哦，你是说眼睛咪咪的吗？那个是，对啊，我是参考他的。我觉得哇，好可爱哦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那就经不起诱惑，就学人家，对啊。我觉得很可爱啊，就拿来用了、啊。然后有跟人也有跟他讲啊，我说你的 skin 好可爱，我就拿来用了。然后那时候还在红白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是学一个很像卡比兽的，然后他就马上出现在我旁边，我真的吓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繁星帅安安，小马安安，还有谁？没了。哎、欸，我需要。嗯，然后后来又跑去研究，嗯，我想一下哦，新的破坏基岩的方法啦，然后一些有的没的 ，blah blah blah。后来觉得哦，新的，因为我那时候讲一下哦，1.9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那个基岩破坏方法真的是世界无敌简单，因为那时候开始有黑橡木，然后黑橡木就可以用那个，因为它长大可以那个穿透基岩，我觉得哦那时候的穿透基岩是真的很简单。那个该不会是哦峭壁，我的天啊，我要去杀羊。我们就可以马上睡觉，马上度过一天啦。村庄大更新就完全完了，希望地狱大更新有啊。他那个不是说地狱大更新之后就会那个吗？抱歉啦，地狱大更新就会再开个 5.0， 然后轻松生存也会改成那个 1.5 1.6。我白羊，我白羊，我白羊。好了，有一些起来，所以我们地狱那时候不会探太远，就是因为怕换那个。等我一下哦，换版本之后，地狱会那个要重新探索。对啊，1.16啊，这个是零。是除草吧？我这到底是除草还是铃兰？我记得铃兰有毒吗？哦，除草。可恶！那是我想办法多种一些铃那个除草起来吃，不能让我的右边越变越多。虽然有点玩得太认真，可是
很多时候不想死啊，在改东西呀、啊。然后一旦开始改东西，就很不想死，就这样。哪有这个不会开防喷防爆啊？对啊，防爆一方面是要村民可以自动采集，啊，防喷是好像没什么东西耶，主要影响是防爆，可是防爆就是为了挡苦力怕才会有防爆啊，感觉防爆要跟村民那个，就防爆就只是限定防爆而已。跟破坏地形无关，有没有？这边一定有天，不是天空龙啦、啊，有裂空座。铃兰在水边，长得像……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给个村庄啊！之前不是随便找都有吗？找个蜜蜂，找到一大堆村庄。然后这个是应该是除草了吧？没事，好。我本来想说啊，顺便开台问你们一些，搞不好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。啊，等遇到再问你们呢、啊。地狱大更新好像一般般，除了地狱村民和装备。就是地狱，就是地狱，你可以在里面长时间居住啦。不然以前在地狱没办法，就只能吃腐肉啊，或者是你那个耕地耕下去之后马上种下去，然后撒骨粉这样子。不然你其实没有办法可以养活自己的手段，十个。再大一点吧。我其实不想去住沙漠欸，因为沙漠不会下雨，不会下雨，你又知道我喜欢钓鱼。可是住沙漠有个好处啦，不是沙漠怪比较多吗？所以有时候感觉啊，还有沙漠。